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为你读诗，我是冯建宇。或许下一个瞬间幸福就会降临，或许一直等待下去也无济于事。恰如海浪或天气的变化一样，谁都无从知晓。对任何人来说，奇迹都平等地随时等待降临。今晚与你分享诗人尹东柱的作品《奇迹》。把脚上的累赘都拿掉，如同黄昏走上湖面，我也可以这样轻快行走吧。我呀，没有谁叫我，却又被召唤到湖边，真的是个奇迹。尤其是今天，恋情、自杀、猜忌之类，总是像金奖章般，让人想要伸手抚摸。但是，情愿毫不留恋，把我的所有都付诸流水。就请你呼唤我，走上湖面吧。